所以真正当过兵的人都知道，当四个月的兵真的是没什么用。几号？三十四度不可以出操，是不是？三十四度嘛，没有办法接受。我们以前三年的，你再一年叫个屁啊！四个月的干什么？夏令营。对，我两个人敢讲话。就三年，海军舰艇兵、步骑兵，我要上军界，你们太没用了，国家交给你们怎么办？各位亲爱的孙总来了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今天又来到孙总来了。今天要跟各位谈的事情非常重要，因为孙总呢也不是天生下来就做老板，孙总也是从基层开始工作，而且我是从18岁开始这种工作。我18岁做的呢就是平岭的露营地，你们现在在流行的露营，哈哈，我早40几年前就玩过了。所以对我来讲真的没什么，只是你们现在露营越来越懒。以前我们要自己搭帐篷，要自己生火，我晚上还要帮人家主持营火晚会，因为我这样可以赚钱。那像你们现在去到那边什么都不用弄，帐篷里面还有冷气，还有床铺，你们在露什么营啊？这你到底在讲什么？讲说到底要不要延长一年？哎，也不错哦。对，这个也是啊。所以真正当过兵的人都知道，当四个月的兵真的是没什么用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中华民国现在所有的军队是没有军法的。没有，这军法已经取消了。对啊，这是最红中秋事件之后啊。有时候我觉得太好笑了，军队没有军法，太棒了。对啊，所以现在好像可以自由逃兵吧。几号？三十四度不可以出操，是不是？三十四度嘛。对啊，还不能管教，什么都不行，还怕你饿着、冻着哦。洗澡没有热水。对啊，我们以前烧锅炉，好不好？你们烧锅炉，我们是砍柴、欸，老板。我们是洗澡要一定的时间，我们是那个涡轮机，因为没有淡水限制嘛。对，而且大家都要脱光光一起洗澡。我们也是啊，而且我们是军舰，很挤哎。天哪，那种感觉好不舒服哦！要拿着脸盆这样脱光光进去那边，你懂意思吗？那我们有一个原住民超长，我们大家都很生气。你要跟他洗澡吗？我跟你讲，你讲这种，我以前我在当兵，我在当班长嘛，我们班长都很晚洗澡，然后就刚好下哨一个原住民兵，跟你讲那一样。然后他也是那种很原住民，为什么都怎么打、啊？真的，然后跟我洗澡的时候，我就一直看他，我想说，好、哦，你那时候有病，喜欢看男生？不是，我就觉得还是因为他甩得太用力了。没有，因为我没有见过那么大的，真的哈、哦，来比一下，没有脖子多大，对，真的、哦、差不多20。我就叫马告，马告，你为什么看我洗澡脖子搞死啊？我说那个笨重，我说多大？我本来就是这样子，我说靠，你现在在炫耀吗？我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也不用自卑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勃起以后跟现在是一样大啊，那就是所谓的猛男，哎，猛男，对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看到他要走了哈，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。满20岁的时候，我很开心，我要过20岁生日，竟然前一天2月19号应召入服了3年海军，哇，原来就是三年，传说中的三年，我们以前三年的、啊，你再一年叫个屁啊！四个月的干什么？夏令营。对，我两年不敢讲话。就三年，海军舰艇兵、步骑兵，我要上军界，我的军舰比我年纪还要老。我们是木格勇勇字号、啊。哦。勇字号就是扫雷跟布雷舰。哇，那你们那个也很惨。上面不能有铁器，所以都是铜跟木头，所以夏天在蒸笼。我们那时候开玩笑，现在已经都解编了，已经不是秘密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有12条船。12艘军舰，我们属于三级舰。三级舰就是你看到什么都要敬礼，我们是最小的，哦、所以我们只要一出港，哔哔在敬，哔哔一直在敬。我们要到基隆移防，还要两艘三字舰护航，怕我们被带走。怕被带走？对，因为我们只有一挺机关炮、啊，没有战力呀、啊。你只能驱赶渔民而已。对啊，而且呢，我们军舰一个舰队12条船，对不对？我们有8条船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4条不能动。这应该蛮正常的，你们妥善率算好的。8条船，我们出去，帮你们扫雷，对不对？对。8条船刚好下8个水雷，刚好一条航线给你们走。哎、欸，你跟我一样，哎、欸，我们有危险加急哎，我们也有啊，对啊，哎、欸，我们以前那个炸药，都二战留下来的，随时有爆炸可能，我们都拿生命在工作。我在当兵的时候20岁，你看那条船已经60岁了，木可勇又是歼敌啊，
所以我们很会这样晃。那我是不会晕船的，我们连舰长都晕，舰长就说，我是那个脑部不平衡，因为我认为就像在坐摇篮，不是很舒服吗？就是你比较不正常啦。那我觉得很舒服啊。我以前跟鞋子有一次我们出外景，在台湾陆地坐那个只是坐中才中型的游艇哦，才刚刚出海岸线而已，我讲的一人抱着一边在吐。你们太没用了，国家交给你们怎么办？我又不是海军，难怪难怪你在陆军。我是陆军的，我海军三年我也不会游泳，我也不会游泳。对啊，所以我那时候我补给兵嘛，补给就我管军饷跟粮墨，哇塞，等于是最重要的东西都在我手上。对，我每个月都要算差不多60个人份的薪水。那我有一次来了一个副舰长，他非常讨厌我们财务补给，他都觉得我们有特权，他一来就要整我，他就说我就是要整你，好，那那么整就来整，反正你也知道互化物嘛。对啊，我就被他整。那我们一起床就要那个内务检查，不是，我们叫清洁舰，你叫什么我忘了啦。他就拿了一个拖把，一个水桶准备好，小虎你就坐这里，好啊，我就坐那天观想，叫观想，观想，对对，观想财务官来，就请我去领钱，我不领，我说你没看到我在清洁吗？交代我要清洁，对，我要清洁，不行，我不领。那别桥团的小虎。那个小补啊，你不领我们不能领的，拜托拜托了，你领一下，因为我跟他们很好，好好，我去领去领，我把钱丢到补习室锁起来，我继续做，对啊，做完5:30开始吃饭，6点，那你知道我们船上都有老外，你应该知道，老外都是很怕钱没领饭，他回去就要给老婆或干嘛，他非常在乎，他就一直小补观想哦，士官长对不对？对，小补观想哦，我就生气，我那天不吃饭，坐在船头。心里不舒服啊！我说清洁甲板，我也在清洁甲板。你们在吃饭休息，为什么我要加班发薪水？我为什么要关讲？明天再发。哎，这是大事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这很严重。对啊，我们副长就是副舰长就来啊，小补吃饭啊。后来6:10，我舰长终于来船头找我，小补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去关讲，以后你的事只有我管。哇！我就回办公室，7点观想开始发薪水，从此我的副舰长不能管我。哎，你不赌这一次你怎么知道？所有的舰队都知道我在赌，立刻名声大噪。后来我赌赢了，对啊，好厉害。今天本来要跟各位讲，跟同事之间不能相处，也不能相处，然后军旅生活没有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现在刚好碰到，这也是时事啊。哎，你讲这个我真的很有感觉，我觉得一个连队里的后来的副连长好像都很机车，他们都会找那种看起来很出众的，又怕麻烦。就是我啊，他一来就跟我呛名啊。我知道，我也有过啊，我在当兵，因为我那时候士官非执行官，因为没有军官。对啊，然后副舰那个我们新来一个副连长，那种大官的，他就觉得，哎呦，你凭什么士官非执行官？我就要操死你，对不对？他就找我麻烦，你知道我多惨吗？我那时候在当兵的时候，他那时候我们选干训班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金六杰都去外岛，我不想去。那我想说当班长可以选择留在本岛，然后我们去干训班选的时候，他很贱，他不告诉你说你是哪个兵科，对，他只写民间专长。啊，我就写说，你明天专题写什么？打炮？没有啦，而且美术嘛，啊，你是旅社，不是美术？没有，美术，哦。然后我就跑去那边报名，就报名完，他就那个军官就跟我讲说，恭喜你加入中华民国战斗工兵啊。我说战斗工兵是怎样？战斗工兵就是又要战，人家打仗就算了，我们很惨，我们背后还要背一个敲石。你就是那个架桥造桥，对，然后还要排除炸药，等一线啊，死最多一线，对，一线第一个就是工兵。哇，你好重要哦！我说报告长官，请问一下，美术跟战斗工兵有什么关系？他说没有啊，这样写大家都会来啊。所以一样啊，我更特别。你知道我已经念育达商职的吧？我为什么去念育达商职？我就不希望念工科，因为我很怕手脏。所以我那时候在当兵的时候，我说哇，不要当陆军，陆军好臭，超级臭。一抽到海军，我也认了，因为你说你不要陆军啊。那时候的空军跟海军都3年，听到没有，亲爱的朋友，都3年。因为他们的新闻那天不是还讲什么哦，70%几的都愿意为台湾而战。对，当过兵的，尤其我们又当过那么久的，我们要战什么？我们真的是站起来的战，我们就站在那边，来吧！
Oh my god！ 我要学苏珊珊拿着扫把来吧！最后动算，剩下一根扫把，我要跟他拼。各位孙总来了，年轻的粉丝们，当年兵真的没什么了，就当成去玩吧。大家要为这个国家尽点心、尽点力。如果你真的是爱国家、爱社会，真的要站起来，要站起来为国，站起来，要站起来。我们以前被专政领导，我们要三年，我们也过喽。有我们的三年，有你们现在的社会民主自由，我们也过喽。我们也没有怨恨，我们也没有要国赔啊。要不然你们现在当四个月，我有两年八个月，我要国赔啊。对啊，没有这种事嘛。重要的是，现在我们这些有战力的人都已经除役哦，老了。孙总已经是中度残障了，也没办法帮你去保家卫国。我们没有办法保护台湾。我总不能为了你们去训练，还边跑边向流，对不对？各位政客们，不要满嘴仁义道德，最后只有我们在当兵，我们在站起来，你们都出国了，你们都走了，你们的小孩都有好多护照，你们小孩都有好多病可以不用当兵。不要讲小孩了，光这些政治人物有些就很有趣啊。我们的林长佐，对，林委员，对，还立法委员，还国防部的，管国防部。对啊，我就觉得好妙，你都没有当过兵，然后你跟我讲的跟真的一样，我真的不太懂这个逻辑是什么。官大学问大，那你们这些不当兵，和你们在讲东讲西、欸。还有那个啊，我们伟大的啊，前副秘书长，我们的太阳花学运的这个林飞凡林。哦，现在一个月领十万的那个。对啊，九万还是十万忘了。管他了、啊，反正就领很多钱。对啊。别人要工作十五年左右才领得到的事情。对啊，也没当兵啊。啊、哦，他也没当兵、哦。对啊，好爽哦！为什么？这些人都应该先去当兵，你去当四个月也好。对啊，你们每天在那边大声疾呼，还有我们这个国民党的像连胜文，对不对？人家以前太胖，他还被绿色那个党说他是什么猪，神，你说不没有神，对。我们现在这个市长好像也只当了十四天，对不起，人家他有当哦，还有十四天嘛，对啊，总比都没有当的好哦。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伟大的高雄市长好像没当，他还当医生、啊。他好像也是国民兵，好像是脊椎侧弯，我记得。对啊，反正其实很多真人物都没有当啊，很多艺人也没有当啊。什么大学念了十二年，所以免疫。对，好像还有什么十几年没当过兵的啊，什么一大堆这种。Simon， 你太厉害了。你给我的资料看完，我又重新认识了很多事情。所以我们之前才被人家取笑嘛，他们说你们国家的这些啊提倡兵役的人都没当过兵，然后你们看演出的艺人也都没有当兵，哇，他们都是身体的原因。你看，人家韩国就再怎么红要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我们要向韩国看齐，等下来28个月。对，所以呢，兵役是大家都应该尽的义务。如果是决议，大家都应该做，那就要一视同仁。不管是正二代、富二代、官二代，请记得你家的人做了没？不要像现在政治人物都犯法，他们都没事，对不对？一个棒球场挖出来都是垃圾，还说人家贪污在转移目标，人家60万，你几亿？不是，他好几个十二亿。对啊，然后还解释，哎呀，你们数字报错占比，所以呢，跟那有什么关系？如果各位都觉得这些胡说八道都可以成立的话，我们大家当三年也没有用啊，真的，因为社会国家没有真理，没错，没有真理，怎么站起来？怎么站起来？对啊、那就跟 Simon 我们两个的决议一样，遇到大的就闪吧。没有，我们是碰到大的那个，我们闪。现在是大官、大政治人物有大影响力的，他们都闪兵。对啊，圆满了哈，这一集就比较圆满。喜欢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拜！韩国总统被讲涉及贪污就自杀，要不然就抓去关。对对对对，我们都没事、欸、我们可以保外就医啊。哦，是啊，我们总统也可以都不出来说话，我们也可以说哦，我是加藤鹰的手。最近最大的新闻不是日本的第一牛郎来，也是大新闻，罗兰，对呀、啊，罗兰，罗兰，罗兰。以前我们不是路上很多饭店叫爱四兰，
对对对，木兰，对啊，伊是罗兰，罗兰，